OK 了。所用这两个工具去调试油栓。这个是50669，这个是2厘。两厘。好，两厘的。OK。首先，先把这两颗螺丝，把螺丝扭松。把螺丝扭松是吧 ？OK。这两个螺丝扭松，然后把这个油砂与这个碟砂片之间先放到最中间，放到最中间，对 ，OK， 然后调到最中间，调到最中间之后转一下这个轮子，然后调到最中间之后先固定一个，固定哪个？先固定上面这一个，上面这个，对， OK， 先固定这一个，然后再慢慢的调这边左右两边。哦，好。然后再慢慢调这两边。掰这两边啊。对。掰好之后，然后再锁定下面一个螺丝，是吧？对，然后两个螺丝锁紧。锁紧。直到它这个电机转的时候没有异响。哦。就可以了。